欢迎回来，今天的 Bio 趴游戏最后一趴啦哦。经过上一趴之后，每个人都感觉好像快要死掉一样，太累了，好像自己下去打有没有？我刚好像上一趴结束的时候，那个麦克风没有把它切掉，所以大家都听到基努诺喊了一声“好累哦”。有吗？有吗？有啊，聊天室在讲、啊，聊天室都听到是不是？一脸就是好累，对，都已经无神了，有没有？好啦，可是我们关键的角色教学单元还是要做、啊。那今天是谁教学？我今天金永东，毒药、啊，你赶快上吧。不负责教学，又睡一下，要不就睡一下。你旁边坐。啊，你赶快上我旁边去。啊，今天教学是毒药，哎，小心一下，看那个长度。这摇杆不是坏掉了，还来？有换过了，哦，有换过了，拿去换。啊，只有一只而已哦。欸、那我拿怎么电它、啊？你等一下电它是不是？对啊，我刚打、啊。等一下哈鲁再去弄啊，等一下哈鲁再去拿。外面还有一只啊。你可以把机器移过来一点吧，因为我没有办法坐更前面的。欸、我沙发要往前移一点、啊。好、欸啊，那往前。杨哥，我移一下他吧。移一下，好 ，OK。不好意思，我们设备整理一下。啊，进游戏画面之前，先来讲一下啊，你是 Ultra 出来看到毒药就想要玩他还是怎樣？对啊，他都玩一些不男不女的角色啊。毒药是女的吧？毒药不是女的吗？人妖啊。哦，他是人妖啦。不是，改后来改啦。又改了。不是，原本是设定是人妖，后来变女的。哎、欸，他那么壮也不好吧？他那么壮也还好啦。没有啦，因为那时候我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手长脚长，我本来就想要玩进攻型的。然后其实我很少玩有气功的，我玩 KOF 到现在我都很少玩气功。然后我想要去试试看，然后就玩毒药。那时候出来四个角色嘛，最不想玩就是 Hugo 吧，长得像白痴走路的样子，长得像白痴。对不起，他走路不像白痴吗？尊重一下 Hugo 吗？他人气很高啊。他人气很高哎、欸，毒药是玩气功了嘛？对，气功了。结果殊不知，毒药这四个角色里面大概最烂的吧？是哦，应该是。你有顾虑过 Hugo 的软肉啊？ Hugo 破坏力强啊，打不到人啦、啊，你本来吃啊？对啊。Hugo 压力很破，基本上我觉得，欸、等一下，我还是讲我自己的看法，也是不负的。我觉得《快乐旋风》这个游戏衰技的，就是纯衰技的角色，基本上都不太是弱势，但可能不是气功就完蛋，当然可能不是最强的，但是他绝对不是弱势。我觉得 Hugo 是弱势， Hugo 是弱势，哎啦，那我宁愿觉得罗恩特弱势，我也不会觉得 Hugo 是弱势。讲实在，罗恩特跟 Hugo， 桑吉尔夫跟 Hugo， 你觉得谁比较好？当然桑吉尔夫啊，当然桑吉尔夫啊，这不一样的东西啊。但我觉得衰技角色在快打中比较有一定的水准。那毒药玩法比较不一样啊，我自己那时候玩是想要尝试看看啊，结果他其实跟我性质没那么相近，其实跟你严格来讲算是蛮相反的，因为他可以打得很熟。對對對對，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去玩毒药的角色，是因为我玩阿东嘛，哦、我阿东打所有的衰技都不利、我没有办法打，我只能用残废脚，我只能用那个破重脚、然后空中 Jagger 要抓很准，我不可以，我只能碰到尖端，我不可以碰到。太接近了，不然我會被太接近你就摔起来了，我会被缺。对，所以我要去打，我就是想要玩一个。那时候还没有玩艾莲娜，我想要玩一个我平常不用阿东的时候，如果遇到摔机，我会玩的角色。哦，所以我才去玩毒药。当时玩毒药的心态是以这个心态、我是主力就是玩阿东，副角是玩毒药、结果我发现，那艾莲娜打摔机更好打。后来就用艾莲娜比较多了嘛。后来是因为艾莲娜的角色这很废啊，这個、角色不是很废，就是。你基本上木压力好，没有。你后来玩艾莲娜是不是有看到沙口玩？哎，对，我是因为看沙口玩。是这个。但如果我单纯如果没有沙口玩，是小象玩，我就不会玩了。他有玩法，我没办法玩，我比较玩不太下去。对，但沙口的玩法，说实在的，我也练不太起来，因为他的玩法很厉害。他除了木压很厉害之外，他接近你的时候，所有的判断的反应。你是看他去年的同盟感是不是？对啊，他其实很多东西正常人做不出来啊。对他那个，哦，真的蛮厉害的。很多花招啊，开发一些有的没的，他的东西正常人做不出来，他不算是正常的人类啊。所以主要来讲，衰技角是不是毒药都可以打？有没有哪一只是比较毒药不好打的？还是几乎都扛特？霍克，我不知道，因为我打 B 的衰技我是输定的啦。我当然，我如果不，我们选一个 Hugo， 你会他选一个超好打 Hugo 的。哎，毒药打 Hugo 是最好打的。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毒药打衰技都不太难打，但是我自己讲，我自己跟我自己同类型同等的来讲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毒药很好做，真的要好好打，很好作业衰技角色，尤其是在你他没气的时候，我有自己的一个打法，是会在他没气的时候就尽量去做作业的情况。那如果你不想要硬拼招，你就很乖乖的丢重气功、轻气功去做选择。OK， 大概是这样吧。好，我知道了。啊，结果现在是啊，你要登录啊，你要登录。按哪一个、啊？这个、啊，这个。中间的。快啦，老板，不能动啊！你要登是亮蓝色的吗？啊，我稍微切。没切哦。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玩毒药最主要是哪一刻
打摔技的问题啊。OK， 亮了亮了。啊、你直接登这个右边的，哎对。哎，不行吗？啊，登另外一个。就会这样，按启动吗？哈鲁米用。所以毒药应该比较怕那种突进的吧，罗伦特那种。嗯，其实毒药打很多角色不是都很不利啊，打一些突进角色都不利啊。嗯，毒药打罗伦特，我觉得五五啊。我打罗伦特五五啊，我没有说他，我突进的，我说云阳赛斯。哦。然后这些是一定都不利。然后你们觉得有利的，我直接跟你讲，比如说你觉得毒药打道伏羲的好打吗？还可以啊，道伏羲，我觉得差不多五五啊，对啊，或者是肯定。你比赛的情况之下，你只能用一种方式跟他打，你只能用一种就是大家一起跪。当然了、啊。对啊，可是问题是他你倒地，你被折的东西很多。还好吧，你也可以折人家、啊。对啦，那我是觉得没你想那么好，他有足够气功啊。所以你简单解释一下毒药的定位还有它的优缺点。好，他不太是吃什么，那个叫什么讲？他不是一个猛攻型的角色啊，他唯一可以发挥他最大的猛那个攻击的时候是在对手在你墙角的时候，这时候的花样会做比较多，然后他一定是以有点像螺丝，就是有点像跑打带跑的情况再去做选择，他下攻击还蛮厉害的，然后基本上 UC1 跟 UC2 很少在用，几乎没在用，没有，所以 UC2 除非你真的有心要打艾莲娜，但其实真的也没什么机会用到 UC2， 几乎没有，因为他几乎都要用红 SA 去带啊，我记得。只有艾莲娜那个一叉反绕刺雀，然后他有点这个 UC2 就跟凯的 UC2 是一样的。他的凯什么时候会用 UC2？ 他大概就什么时候用 UC2？ 可是有要改吗？有要改吗？有啊，在哪一只来？凯还有什么情况是要用 UC2 啊？打谁？几乎都是拿来做一个负一负二雀板的东西啊。对，大概就类似阿东也是啊，大概这样。可是基本上真的不需要用 UC1 是最好的选择。好，把我的手把拔掉。你要谁？没有，你就两边都选 Poison。两个 Poison 为什么？他要 Hugo 哎，他等下出来了。选 Hugo 啊！好好，可以。我要玩 Hugo。一二。第三个。这个。对。练习模式应该没关系、啊。对，那我应该选三的，那王八蛋。那第二个，他第二大招是什么？啊？他的第二个大招是什么？第二个游戏。你可以示范一下刺捅人呀。哈哈哈哈哈！出来是啊？怎么跳出来？啊，选那个回旋角选到啊？哦，不是。因为他第一个游戏就是一直打那个嘛，就让别人拍屁股。对。那第二个是什么？示范给你，试给你看。对啊对啊。好，可以。我先把人请进去哈。啊，因为 UC2 的话，那个六探都常常选 UC2。不好意思，我连礼拜五的节目都要消费六探。六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不然怎么选 UC2？ 他觉得 UC2。用红 SA 取消。你看一下玉玉长怎么样？对啊，你看一下。你不会转啊？手还是脚？手还是脚？手有看六探？看不出来啊！手还是脚啊？sorry sorry sorry。等一下，我没在用玉玉 Two 啊。根本没在用，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按。没有，手还是脚？我也忘了，应该是手啊。还是你们查一查技能表啊？那个不是我没在动啊。为什么是摇杆会这样？对啊。嗯。好，我们继续。嗯，别忘了，你要不要查一下招式表啊？对啊，没有手脚搞不清楚，没在用啊。啊，怎样？还有个爱心刀呢？走了，因为我刚刚这样讲。他一个爱心刀呢？没有，是抓技啦，踹他老二啊，好痛！这什么智障啊？打屁屁跟踹老二。你不是选第三个吗？还蛮痛的。就是啊，痛是像红相接啊，平常根本没有机会打到他。这个不是跟一般摔技不一样，这一般摔技打银佛咬啊。这个我可以回到十年前我看看、啊，我以前是用这个摇杆。啊，真的啊，真的。那一把，哇，远的那个好久嘞。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完了毒药的 UC 选择了啦，然后基本上不用选二是个废物啊。你把挑出来看看。对，二比较少的选。那再来就是毒药几个力回用的、插合用的或对空用的拳脚要来讲一下。哪一个？出来了、不是，按到返回。Option 中间吧，是吗 ？Star 吧，对 ，Star。Star 大，哎，好，那中脚啊，基本上都用东下中脚，下中脚，
去做缺乏的动作。还有叫什么？一般的正常连段，我先把一段讲讲。对空是用下重手嘛，对不对？对空很多哎、欸，一般正常是下重手啊。哎、欸，你跳过来打。对呀、啊。我再过去。正常下重手。嗯、还有立重脚，远一点的，远一点的。哎、欸。大概是这样。他都会讲，一般都是讲远一点的。啊，如果有那种往你头上下来的，是不是用升龙就好了？用升龙、嗯，一定要一叉的。一叉的，一定要一叉。你千万不要用轻的，轻的只有一段而已。除 了,、欸、真的除了地面上以外，一段除了地面上以外，你如果比如说我倒地好了，我打你帮我弄倒地，跳你要立跳，对，没有你帮我弄倒地之后，你知道我头上立跳，我升龙，我打不到的，几乎是打不到的。嗯、对他如果是一般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中的或者重的，哦，最好是一叉的。哇，升龙怎么只扣一滴血啊？也太痒了吧？啊，那个只是在打，一般最好是用有气的，有气的，对。应该说气都留着做这个比较多了。如果你真的要打龟的，真的要打龟是打反的，就是真的基本上就是气就是拿来做一叉气功跟升龙。对，你不强行的情况下，你拼招，你单纯要就是一直后然后气功升龙这样子，差不多就要拼这个。然后其实基本上我那时候打毒药的时候，打那个摔气的所有角色，在大家都没气的情况之下，一开始我做这件事情。他会很难动，他会蛮痛苦的，就大概我是，你要进不来啊，用重的气功搭配中拳，他基本上打不太到我的，他没有东，他没有什么东西打我，中拳气功一碰到之后才可以用，因为他有防御的状态你再用，对，顶多是被他这样子而已，那可是他如果在这个选择，他知道他下重脚，你用轻的，他没有办法动作，不然就搭配反靠这个，然后他因为按马，他没有办法用看的，他一定要直接出，比如说我现在开了，直接出，他一定要直接按，不然我如果。像我打到的时候，我用反靠这个，像我反靠这个，他可以甩我，他没办法甩我，我可以厚的。Oh. 我记得正负不知道是零还是我负多少。我记得 UC 应该可以 ，UC 可以 ，UC 应该可以抓吧？我记得负一还负二，好像没有负很多。不行、oh, 不行，就这个 UC 不行，其他所有的摔技，所有的摔我都可以厚跑掉。Okay. 但这也是险招啦，就是那个常常拿来打康用啊。对对对，那基本上毒药一个，它有两种，它像它这个反绕的脚，这个踢到如果你选择在底下脚的话，它会抓起来，派身，对，它会派身。可是基本上我会还是建议打到接一下，然后接连段，对，接连段会做这样连段比较好，因为其实这个它的所有的 set 一定是搭配这个，哦，一定是搭配这三下，对，就是轻手前往下，对对对，然后往前走，站中脚一下，对，然后这个 set 除了三伏以外，其他你都可以闪得过，除了三伏是升龙拳。除了这个打完之后，浅忙立跳，最这个时间要抓一下。对，那基本上除了三伏，对，就是 set， 基本上除了升龙拳以外，没有东西可以打到。基本上除了三伏的 ，OK， 我印象是这样。所以刚刚示范的那个是我们字卡修一下，第一个连段。导播姐修的，对啊，就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嘛，对不对？我看一下，中间错了吧？五 MP 可以接吗？5NK 吧，5NK 是 5NK， 对，中间那个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是 5NK、啊。基本上毒药我刚接的是这个嘛，因为我刚是用轻手接的，是下轻脚之后，我是接这个，正常是这样接。可是一般人如果因为中脚的时候，他怕按不到，有些人像那时候显油在用的时候，他是用轻脚接的，他是用轻脚接的，这样有判定有比较好一点吗？这是最好，就是最好接、最容易接的，你最后一下取消是用轻脚接最好接的，一定不会失误，一定不会失误。很容易接到轻脚，所以你刚刚是轻脚、轻拳、轻脚这样子。对对对，这是最不会失误，可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毒药的防这个拳头你挡住，这个是复式。对啊，如果距离抓不对的话，升龙拳就打下来了。如果你轻，这样就被升龙了。如果我轻拳两下，再搭配这个，这样就被升龙了。可是如果为什么我都习惯用这个呢？因为当我两下的时候，我搭配这个比较远一点。如果你是用轻手的话，一定会他升龙已经打不到，距离被拉远。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用这个？我用这个，因为他复式嘛，我一定要被打。这个摔我的不算了，王八蛋，摔我怎么样都要被摔了。讲什么啊？我只是摔一下而已。对对对，基本上如果真的要玩毒药的话，这个要练起来，一定要练好。因为为什么？你抓好距离之后，他是基本上缺不太到你的，他是缺不太到你的。因为我看冷血也都是这样子，一定要用这个。你如果单纯的像如果闲的时候，是因为他是角色对应的、啊，对，他如果。这样搭配，你很容易就被打了啊，很容易就打，所以你一定要很习惯的按这个。那如果因为轻他的轻手，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 frame 数啊，但是我知道轻手应该是最快的。对啊，那最快的，所以你基本上你如果为了打，对你为了打下段的话，你第二段最好还是多配一个轻脚。第二段，对，然后再去做，你可以不要挡吗？这样我做一下吗？不要，
惯性。我记得这样子有办法接吗？我不是接到吗？我不是接到吗？一样的道理。那男的我不讲，我讲的是简单的。那一般接 UC 的话，一样就是所有的他的所有套路都是。好，下一个，下一个字卡，其实就是接 UC 的啦。然后没了。好，你帮我拿水来。我先接一下那个一般的正常接法。OK， 你手很痒哎，你们抖，你们阿 B 是抖动哦，他就很喜欢这样抖。哎，等等，我用一擦才对。用功，基本上就是这样，是最基本的，这是最简单的。但这个基本上我不建议用啊，除非你在抢血的时候再用，就是对方已经没什么血，或者是你时间到必须抢血的时候。对，因为其实真的很痒，真的一个痒到也不行。因为那个前面补正太多了。对，因为你用轻拳接的嘛，就算你用重拳重脚接的也要。哎哎，按住了按住了，就算让你一开始用重脚接接一段就好了。你在看啊，会不会超过400啊？还是很痒啦，看打起来啊，怎么那么痒？他很痒，他很痒，他非常痒。选 double， 好，那是我选 double， 我没有选 double， 其实也是很痒，也是痒，他也是很痒，他基本上跟其他人的比起来啦。对对对对，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如果接一叉的，我还是会建议，如果在中场的情况之下，嗯。我都会建议做这个做者啦，让他猜左右。我们刚刚那个是四下的那个，对，这个就是当你这个接完的时候，就直接往上跳。往上跳。那你有三种，你有三个选择。那我自己有两，有几种选择，这个直接讲也没差。对。那如果你一定要跳到背，你打轻拳是最快的，基本上一定跳背的。你说轻拳吗？对，跳轻拳一定跳。打，我都打中拳啦。啊。你抓好时间点。他可能太大只。没有，我一定打，我一定打到背。我掉轻，我在那个时间点跳。那如果你是打中拳。说实在的，我自己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我自己都不知道。中拳也会打，也会跳到背。刚刚那个就是你跳中拳之后，在最高点的时候，在最高点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按轻拳，哎，拍手拍手，在轻拳的时候，轻拳一定是前面。对对对，你如果在最高点打的话，一定是前面。那你让人家猜左右是其中一个。那有些人，你如果遇到升龙，你真的很怕被升龙的，很多选择你也可以。一起下来之后接升龙也是一个方法，但其实基本上我是不做升龙，我会做另外一样。等一下，我会跳重脚之后，他落地的时候做升龙。对对对对，我会让飞一个技，可是他基本上他升龙拳打不到我，那个距离抓好。因为那个升龙他会过去，你距离要抓对。如果距离不对，他升龙拳是你是正面，那距离一定要是可以插过去的。他升龙拳你会插过，你会跳走，你会跳走。那你看到升龙拳你就可以接，你可以放 UC 之类的。那基本上。刚刚我说毒药的 UC 啊，通常都拿来对口用的。比如说我像打这个王八蛋这么大只，他只要一个不小心跳过来，你跳过来，我就是中了。一定会中。你怎么样，你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中。你不出招也会中。他基本上对空啊，对空用打人就真的比较痛。我记得也可以升龙取消接，也可以哦。升龙取消也很痛，你就乖乖嘛，那给我打一下，不要跳了。哎，升龙枪啊。哎呀，又是一枪啊！因为陆地时间蛮短的，就大概就这样。哎，这个也，这也蛮痛的。如果你有时候抢血的时候，你有时候凹的时候可以这样。你接近对方的时候，你点轻手的时候，就像阿东一样，你可能点轻手就升，要跑。点完轻手之后，升龙拳就直接做动作。哦，干他腰杆啊！烂腰杆啊！这也不专业啊！烂腰杆，真的腰杆烂啊！谁做的？我不知道。不要掉，不要掉。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腰杆烂啊。要不然你跟阿 B 换？没有，我看到那个方形的，我就更糟糕。然后基本上，还有什么要讲的？基本连段大概就是这样吧。差不多啦，因为毒药就蛮简单的。因为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你做基本上的这些东西啊，重气功、轻气功、中气功这三个东西，其实你不要想说只用轻的或者是重的，你要重的是很重要的，要交对，其实重的是很重要的。你注意看，中轻的是最快，但是。最容易跳出来，你硬质最多。对，那重的是硬质最少。对，可是重的发生比较慢。对，发生比较慢，那硬质是最少的。那你中的也是，中的硬质是刚好是取中间。我常常用中的。你常常用中的？我常常用中的，我很常用中的。用轻的比较划算嘛，感觉丢好快哦。丢很快，但是问题是人家跳过来，被跳进来，你被跳进来，我都没办法收招啊。你听得懂吗？我都没有办法收招，我没有办法收招的。
EX 的编上去，不是可以再接一次普通的编吗？可以，这个教太难了，有人家就接不会。那个，而且那個有些角色是打不到的，真的真的。好吧，你说，而且在角落吧。没有，中场也可以，但是也有，而且有些角色不行嘛，对不对？没有，有些角色直接用就可以用出来，有些角色要突击或者是直接前进再做。我自己在家里试过， okay. 超多角色都不行。好、啊，那季宏东再多修一个中段的连段吧，中段的可以用。什么东西？就前中拳接的。哦，这个我要讲一下，前中拳你立着，你站着，这样子是没办法连段的，没办法连，对，是没有办法连。你要蹲着，他不是打康的，他是打持续的，他是哦，他蹲着。也可以大概是这样，他是蹲着打持续的。哎，对，那个毒药少数，应该说少数有中段连段，没有那个，我要突击前。哦，没有突击哈，因为那个好像是 EF， 我不知道几伏，但我会 EF， 我记得 EF， 大概是这样吧。还有什么要讲的？好，差不多啦，那就直接两个开始打吧，看要开什么角色都可以。你要 Hugo 吗？毒药 Hugo 来啊！你那边按比较快，不连断的，按哪一个？这边。干，我用是摇杆，你那边？你以为这个摇杆好用吗？我们交换差不多烂的、啊。我觉得交换你会比较惨、啊。差不多烂的，你相信我。这些真空拳都有问题。我要选 Omega 版。你没有人这样的啦。Omega。Omega 也有 Hugo。Omega 哪一个没有？欧米伽每个都有，我没看过啊。因为欧米伽，你用选欧米伽吗？欧米伽，你有点水肿吧？我也不太会用啊。它是什么？有什么？真的啊、有什么、啊？我不知道啊。让我气功吧。气功，我气功。喇叭一点丢头发是？真的，大家自己看。我气功，你丢给我看看。气功啊！超智障的啦，他选这种东西的。有掌风，有他掌风印子好大哦、喔。这个对决是不是真的毒药很好打、啊？我觉得好打、啊，我不要进攻就好了，不要尽量做进攻的东西就好。我们丢气功就好了。这什么东西啊？刚刚是什么鬼啦 ？SA 哦、喔、，SA 变那样子反而没办法靠近哦、喔。基本上 ，Hugo 真的遇到会玩的毒药就那个。因为真正的比赛就是这样打，他很痛苦啦。对啊，你说他拍掌可以拍啊，一叉的时候就知道了。哦，对吼、哦。而且他那个带阿玛那个金币钩好像也不能乱用。反正你打衰技就是不能去角落啊，去角落就差不多要回家了啦。你要距离要抓很准啊。然后多用一些重拳，如果真的有危险，就用重拳把他打掉就对了。你说站重拳？对啊，把他打出去。打衰技才会用吧，平常我不太用。平常不会，他重拳超乱的。哦，这什么鬼啊？哎，然后毒药的跳其实还蛮，跳动脚蛮厉害的。嗯，可他跳蛮高的，他是不是跟春丽跳差不多高？没有吧，一般的跳法。一般跳吗？哦，这个抓起来了。OK， 一般的啦，你乖乖选正常的 Hugo 吧。这个角色好难用，爱玩没？他这个到底有什么差？他的 Hugo 那个到底有什么差？不知道要干嘛，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就是多一些招式啊，会多一些招式。恶搞版的啊，有摔吗？继续变不会摔、欸？什么？还是变、啊、有的摔吗？我刚刚不是有摔吗？有啦有啦，有指令球。不行啊，还是用这个好。对啊，还是用一般的球。你打破一生会选 UC1 还是 UC2？随便啊，基本上我不会用 Hugo 打的。正常人谁会用 Hugo 打、啊？也是啦，他有另外两次他用罗文特。嗯哼，再除了罗文特，凯比较好打。哎、欸，凯没有，罗文特还可能好一点点的。你刚才对决，如果没有什么要进攻的欲望，就是一直往后哦。没有啊，不要进角就好，一定要先起气。那 Hugo 这边就是不断的拍手，好，被抓到一个214K。再气功，然后空对空，然后再一个中段，一叉气功，啊，金币勾有，有 RB 的机会，可是毒药的厚厚还蛮好用的。我不是厚厚，我是三，我是 PPP， 我是 PPP，、啊、PPP 是 KKK， OK，KK 比较短嘛，对不对？再跟你讲，好，这个一叉气功差点被跳入啦，可是还是没什么机会啊，真的有够难的、啊，这大概比萨尔特打还难过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角色没办法打吧？如果真的要比赛的话，比赛应该是不会开，虽然他可以开劈气功，可是也没什么用哦，还是进不去。对啊，这就是单一使用单一角色玩家的那个。可以确反了啊！这样子确反没抓好，就是被抓起来啊！好，抖了两下啊，阿 B 做一个中断啊，做一个 set 红摔啊，这边一个对空有吗？没有，太慢了。好，一个 splash 啊，壁咚。这就是一旦被跳入就没完没了了。你要跑啊？对啊，我跑到尾啊！干，我不能丢气功了。我狂试试，我不能丢，你知道我不能丢气功。哦，他那两粒比你的两粒还大哎！哦，拼命后，哎呦中断，跑掉，急攻，哇，这个对摔无敌啊，浮空啊，哇，清泉点掉啦，啊，一个前前一个后后，好跑掉，啊，再一次二一四 K， 这有点凹，再一个，哦，这个跑掉，都没办法摔呢。提供提供，好、啊，你怎么又满啦？讨厌死啊！这气满了，气功不太能发啊，要小心啊。哎呦，打就被打好了。哦，角落危险，哦，中断。红梅谁？啊，还好。没事，红梅谁？他 UC2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 UC2 吧，我不能跳啊。哦，对哈、哦。我刚刚没气，我有气我就没气。要不要换个角色打？都差不多啊，啊，那就换个角色打。这感觉毒药伤害好低哦，他除了那个夹的那个摔比较痛以外，其他都。你说那个毒药的伤害哦，他不是打伤害的，他不是打伤害，打认真的，我打作业的。哈哈哈哈哈！我最近有练呢。我用自摇杆哦，十块，十块！看马科多，你要变，我抢一，你抢三啊！他们都没有我打。我用这个摇杆哎，马科多哎，我用这个摇杆哎。你先试打一个，你如果打全跟罗文特可以啦，很厉害啊！全部说他罗文特很厉害啊。我上次那个 PS4 四千，好像打完之后打四千一、四千二吧。为了要练马科多，我去打认可，大概不用半个小时喷到2500。哎、欸，你 PS4 有打到四千哦。现在四千一啊，最大四千三，玩马高东要是2500了，马上。哎、欸，打到四千不容易耶。没有，三六零比较难。对啊，我知道三六零比较难啊。我的 PS4 要打到四千也不容易耶。好，左边是金龙东的马高东，右边阿 B。哦，低空剑，哦，这应该是确反了。直接跑掉，啊，空对空，啊，指令头，啊 ，UC One 扣着，啊，还有机会，我基隆都会嘞，帅一个，弹，哒哒哒哒，帅嘛，哇，给你机会，要帮忙你我不要，我不要不要，然后骗钱，那算不算要骗钱？又和人家上当。我马高斗，你也想跟人家，然后你用罗兰斗，我帮你讲个出来。你有力，你妈应该讲。马高斗哪有力啊？差不多啦。好，前摔，阿 B 的机会，好挖下段。哇，这个跳入攻击，啊，哎，啊，痛苦了，角落，再一个折，反嘞，这个弹跳中断，哎，不能算中断，打背。没有骗人打背就弹起来，我就解摔了。每次都这样啊，屡试不爽。那个真的很难反应啊，这个要跑啊，那个根本就不要挡，吃饱了血才挡。啊 ，attack， 谁？没有对空，我不太能对空。我只有一个烂东西可以对空，烂不太能两个啦。啊，被一插滚，快没血了。Racha， 啊，这个可以打中断，但是挡住了。哇，完了。好、啊，放枪，空没空，抢指令头。超贱的，不是我没有指令头，我按清泉，他抢 Frank， 你把他抢走。抢 Frank， 我要你可以指令头啊，我怎么可能指令头？我一直在等你。你谁就指令头啦、啊？不可能啊！你是你谁吧？我忘了啦。你在 PVP 啊？我要你 PVP 啊！指令头的意思就是一样是摔，可是
他不是按轻拳轻脚的摔，他是要转一圈或半圈的摔。那这种摔的特色就是你不能挡。哎，然后发生速度比一般的摔还要快。一般的摔呢是三 F， 那指令头通常都少于三 F， 二 F 一 F。那至于 F 是什么呢？我看到指令头有了。哦，好帅。马高头也是不好上手啊，再滚一下就死了。哦，又缺乏了，缺乏了，中断没过。啊，贱人！滚死啦！哎，滚死啦！马高头很难上手啊，抓距离感的问题。啊，那如果刚刚名词解释有观众不懂的呢，可以到拜我怕游戏的粉丝团。哎呀，私讯一下，我帮你解答。哎，面前的，面前上吧。哦，低空剑啊，不错。哎呀，这个 set， 都怪底啊。低空剑，哦，中拳。好，阿 B 出得去吗？角落有点痛苦哦。哇，烦呢。抽到。我敲头，哦，这推上精锐耶。我们这个还能接敲接点中，很厉害。我没有吓到，还有中。要改 C 的，他有推上啊，没错。烦呢，我打那么低那么多地中剑，你还要来？哦 ，SA， 哇，这个直接摔走啊！哦，指令头，中拳 EX 推上低空剑，疾风，低空剑，哇，放枪！他可能没确定到啊！第三次会不会死啊？剩一点，可能剩一点，没有，可能剩一点，因为他没有接轻拳击很多。啊、马可都写1050。来，死！高兴啊！干嘛？他一直找我骗我妈里面去，我不要！我不要！你想要让我骗我妈里面去？继续打好玩就好。啊！骗我妈里面，我死都不会。我宁愿这一场最后一场，我宁愿他提不起兴趣，我也不要被他骗钱。打个胜负出来，打个胜负出来。哎 ，SA 没中。啊，这边啊不好确。SA 跑掉。哎，金龙东角落，痛苦。啊，阿 B 再一个折。哇，撑杆跳带走。那个我突你不要突得到。他说我那个角度也太强了吧。你反应不好。要撑杆跳，要打背什么的。那也要有机会做、啊。你还要看他就是要黏着马可多做这些事情。没有机会黏进去就没办法做、啊。好、哦，这边低空剑没打到。啊，一套连段。阿 B， 哦，跳路抽棍子。在敲头啊，直接晕了。不过不正很多，会不会做 set 呢？啊，果然是做 set， 不要啊！直接挖下多啊！分跟，拿走，怎么退？这么快啊？选错游戏了。好了，所以今天的毒药的教学差不多到这边啊。虽然说最后再玩马可多了哈，但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毒药其实不难，稍微玩一下应该可以上手。你玩的如果是一般的。打带跑的话是 OK， 但是如果你血量损失、后面有一些比较就是精的东西，就是把它打在角落的东西，哦、可能又要再那个大概看一下影片，应该都看得懂了、对啊，那个稍微练习一下。所以我们下一拜可以做马可头的教学。我不行啊，我玩三天而已，我 PB 是2000，两天中误人子弟，真的是我不会玩了，我会玩，就是刚玩的，我看米线玩的。他这把之后就发现，哦，这个角色不能玩这样子，我没有办法知道什么缺什么了。我毒药是真的有在演了，研究马光头是我都说我之前都喷到2000多了，你要教人家，教人家输了，我会教人家怎么输啊？如果可以教人家输，台湾马光头强的是谁啊？没有吧？上一次卤蛋当家那个时候春季杯有一个玩马可多的，有啊，有春季杯有人玩马可多。我跟你讲，马可多不太可能，马可多很难上手啊，全世界有几个玩家没有了。我回去找一下，一只手拿出来。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礼拜呢，这边要先预告一下，下礼拜怪打五要公测了啊，所以到时候节目上会试玩啊。如果那个时候阿 B 小象都在的话，那两个人各玩两只角色给大家看了。哇，那童生，我觉得你也不用说急着要先买啊，
因为下礼拜公测有没有啊？你不是会来统神电台下礼拜五、oh. 对不对？啊，你就我们这边录完，然后你电脑就直接搬过去，你直接在那边继续玩， oh, 可以，是不是？你就先玩嘛，对不对？就让他先玩啊，对不对？可我一直哦，就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太复杂，又怎么雀繁什么反来反去，然后又连断什么的，就慢慢来，比较简单。没有啦，而且是我打你挡住啊，你什么时候东西可以打我，就这样子而已，多不是要慢慢来，就像举个例，像危险龙，你要先。一步一步来嘛，你要先开始买装备嘛。没有，那买装备那么简单吗？你现在情况就像是我小孩。你要会出队装，你不能盖伦买蓝水嘛。啊，对，这意思是这样嘛？太学了，就像我小孩，你现在坐都不带，刚坐刚学会爬，你就想要走路不行嘛？可是那个很简单哎，那个你只要上网去搜索一下专家的，然后就完全 copy 一套。这是因为目前台湾还没有比较多相关的资讯，你可以看影片啊，但是其实基本上也是要自己练啊。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节目，目的就在这里嘛，用中文教大家最亲切的，好不好？要不然总是都只有看到美国跟日本的资料，对不对？看我们节目就是可以学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公馆赞助的遥感，还有 Kiston， 还有 HyperX 赞助播出。好，今天就谢谢大家收看，下礼拜五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拜个炮戏，老马戏，谢谢。